哎，大家好。那么本次《金刚触梦》的1606第一个章节呢，我们来学习一下这个灯库的制作。那么灯库的制作呢，我们先看一下五个选项，你需要熟练的五个选项。第一个呢，就是灯库的概念与作用啊。灯库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呢？那我们来了解一下。灯库的概念与作用，灯库呢，如同人与大脑之间的心脏啊。例如，控台是躯体端，那么大脑是设备端，灯库呢即是心脏端，实现正常操作设备，三者有着密切的关联，缺一不可。灯库主要的作用呢，精确的控制设备的属性值，那么也就是说它的功能性啊。那做一个比喻，如果说你购买的一张 CD，你需要准确的去播放你自己想要听的某一首歌，那你得去看一下目录，你喜欢听的歌曲属于第几首。那犹如我们控制灯具也是一样啊，要精确的控制它某一个属性，我们需要按照它的这个顺序来进行编排。那么这个呢，就是灯库的一个作用与概念啊。再看第二项，制作灯库的前提条件，你需要准备的工作是哪些？它的前提条件呢，第一是获知设备通道属性。获知通道顺序有三种方式，第一个，厂家配备的使用说明书，第二呢，是手动去测试，第三，设备显示自带通道检测，仅限部分设备啊。以前老旧的设备它是不具备这个功能的啊，因为以前它不是这种触摸屏的一些显示。第二呢，学习并熟悉灯库便利器，也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工作。第一，你可以在控台选择编辑。第二呢，可以在电脑上去选择编辑，这个呢就是你需要准备的前提工作。那我们现在呢，以这个厂家配备说明书为例啊，来进行一个前期的编排。那么这个呢是一张明镜灯光的一个230的一个通道表。那我们就以这个为例来实现在控台上如何去编辑一个灯库。并且设置一些数值。那么在这个控台呢打开之后这个工具栏这里面呢有一个灯库便利器啊，我们选择它，选择它之后呢，第一项灯库名称，灯库名称呢这个呢它没有很高的一个要求，你只需要去填写你自己能够识别的名称，比如说我这里呢是明镜啊，那我这里可以直接搜索输入明镜230，明镜230，好，确定，确定。然后呢，它的模式是多少模式？这个模式呢，一般我们是填写通道数量16，制造商明镜我选择用明镜两个大写的字母。类型呢是属于这个摇头灯。它的光源呢是属于这个光束啊，我们选择光束。OK，下面这个实例数呢以及通道数这个不需要去理会啊，后期它会自动生成你的实例数是多少，你的通道数是多少，等你后续编辑完之后，那么第二项填写完灯库信息之后呢，第二项是模块管理。那模块这里呢有一个模块，这里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如果说这里是空白的。那你需要手动去添加一个模块，那么这里可以添加很多模块，是起到什么作用呢？我们有的时候呢，有的三合一最常见的啊，它有16标准通道，还有20的扩展通道啊，还有更详细的24啊、28啊都有啊，有具备好几种模式。那你可以呢，把这几种模式都写到这个模块里面来啊。那我现在呢，只有一种，那我不需要很多。那我进行删除，然后呢，点击第一个模块，然后这里去进行编辑它。编辑它之后呢，我们第一点所要做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灯具的通道有多少，我们先添加进来，16个，我们这里通过添加也可以通过这里加号，7、8、9、10、11、12、13、14、15、16 ，OK。那么这里有一个进度条，我们可以下拉。我们现在总共是添加了16个啊。
做灯库的所有第一件事情必须要做的就是分配通道顺序以及它的属性功能。第一个属性我们选择设置它，我们看一下说明书啊。第一个呢是水平，水平呢在位置这里位置，然后呢选择水平，最终的属性才是我们给到它的一个真正数据啊。前面的阈值是阈值，然后呢特征呢，特征是属于这个属性功能是属于什么特征的什么类型的啊，是它是属于位置的，所以我们最终这里有一个属性啊，这三个要把它区分出来。都先看一下你的阈值在哪里，阈值是针对于下面这一块的啊，下面这一块后期调试的这一块叫阈值，然后呢特征它是属于哪一个类型的，那再到后面的属性分配啊，最终才会出现一个水平。第二个 Y 轴也就是垂直啊，第三个它的微调，水平的微调，这两个呢我们可以先把它跳过啊，这个无所谓，先把它跳过，因为它微调呢后期是可以通过这个退出设置属性在这里面进行填写，它不需要说啊排列到它的这个属性列表里面去，我们先把它跳过就可以。所有的微调通道我们在创建这个通道数量的时候呢先给它，然后后期再进行删除，因为有一个功能能够比较方便的快速填写我们的通道顺序。第五个是速度 XY 轴速度，那么控制这里面呢速度有一个红，我们给它一个红速率就可以了。第六个雾化，雾化在我们的光速这里，然后呢选择光速，选择雾化。第七个是我们的频闪，频闪在调光这个位置，调光调光频闪。第八个是调光。第九个呢是我们的颜色，颜色呢是色盘，然后呢选择色盘一。第十个是色盘微调，色盘微调它上面说明书写的是步进调速，步进微步调速就是指的是半色，那我们这里呢可以给它这里选择到井号键 off， 然后呢给它一个色盘 off 去代替就可以了，或者是七彩颜色啊，这些都可以以色盘二，如果有更多可以色盘三、色盘四，继续延迟下去都没问题。第十一是图案，图案一啊，我们给它一个这个图案，然后呢图案盘，我们刚刚这里呢切换到二井号对吧，我们重新把它切换到一，然后呢给它一个图案一，也就是说色盘跟图案都可以有一二三四五六到一百啊，那通常不会有那么多。下一个是图案抖动，图案一抖动，那么抖动的话我们这里面可以给它一个图案一旋转啊，打着括号图案一旋转来代替它。第十三个是调焦，那我们选择调焦，调焦。第十四个是16棱镜光速，光速啊，这下面呢有一个棱镜啊，棱镜一，下一个呢是棱镜一旋转，棱镜一旋转 OK 啊，最后一个呢是它的功能，它是控制着控台的，控台控制着它设备的开关炮和复位，那我们给它一个功能，在这个控制然后呢复位，复位这里面呢给它一个复位也可以，也可以在控制这里面给它一个功能啊，这个都是没问题的。最终完毕之后啊，我们已经属性填写完毕了，现在呢就差两个微调通道 XY 轴的微调通道啊，我们填写好属性之后呢，这里输入通道数从第一个 滑到最后面，然后输入1到16，按照我们的说明书一个顺序。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应该能明白我为什么这里两个要空出来呢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把它删掉啊，填写完毕之后把它删掉，然后呢这是第三
三和四，三是这个水平微调，四是这个垂直微调。好，我们先给它之后，然后后面进行删除，这样的方式会更加科学。我们在编排的时候呢，能够保持很清晰的一些思路。如果说你在写的时候就把它跳过的话，这里你就要把它想象成是第五个了，然后第六、第七，这样呢有点逆向思维啊，导致大家在编写的时候，不是特别的清楚，思路不是特别清楚啊。所以使用我刚刚这种方式会更清楚。只要是微调通道，我们先把列表增加给它，后期再进行删除，重新回到这个地方就可以了。好，这个呢，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属性还有这个微调通道已经是编辑完成了。我们设置好这些通道顺序以及属性以及属性之后，接下来可以设置它的段级。这个以个人习惯操作行为为主。那我习惯设置好一些我想要的一些属性以及它的数据。比如说下一个是段级，那么段级光速灯常用的就是比如说色盘，对吧，我们可以快速的去调用这个段级，也可以在你后期你现场需要什么你再去编写这个段级。但是有一个必备段级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功能功能是属于必备段级，我们可以先编写，然后呢待会再进行配接。好，功能这里有一个设置 DMX 段，对吧， DMX 段也就是说0到25它区间发生的变化。那我们这边可以看一下说明书看一下说明书，它这里呢控台的开关炮和复位的数值，它有三个段，分别是什么呢0到99是无反应呢，这个我们是不需要理会它的。100到105首先呢先命名我们切换到中文，它是一个延时关，也就是关炮，我们给它输入关炮，给它一个标识。再一个呢就是开，延时开就是开，开炮。最后呢是复位，OK， 关炮的数据是在100到105，开炮的数据呢是200到205，然后呢复位的数值是在250到255。OK， 这个呢是它这款设备的一个必备段级点击保存。我们先保存一个框架，因为我们现在工作还没有完成避免我们不小心点到这个新建，前面所做的工作全都白费，所以我们最好是做了一部分之后先进行保存，然后再退出这个段级。好，下一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其他的段级，我们待会在配接完毕之后呢再详细的讲解它的一个应用先从这个默认值以及定位值开始。那我们现在呢定位值首先要确保灯具设备呢它定位是亮的，是出光的。那么我们现在首先第一点就要找到它的调光定位值还有频闪都设置成25，频闪的默认值也是25。定位值和默认值呢主要是针对于控台的一个定位按键以及它的恢复默认，一个是呢呈现状态，一个是退出状态。那当我们在清除之后我们的这个光闸是否要关闭，调光归零，也就是说你清除之后这个灯是不亮的你定位之后这个灯调光的属性呢它是亮的，也就是说频闪跟这个 T
调光，它为什么这两个都要设置成呈现态255呢？它两者呢，它使用的电机属于同一个硬件啊。如果你只是打开这个频闪，那么只是打开频闪不打开亮度，那么灯具它一样是不亮。你打开调光不打开频闪，那么它同样是不亮，因为它使用的都是光闸这一个硬件。调光呢是线性调光，频闪呢是调整它这个光闸的一个跳动的一个比例啊，一个速度的比例，所以呢两者是都要呈现出这个255的状态，灯具才能够正常打亮。好，再看后面这个最小显示值和最大显示值，最小和最大显示值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啊，比如说这里已经配置好了灯具，我选择一部分灯具，好，那么这里就可以看到啊，我是以255为单位，对吧？大家都可以看到，以255为单位，好，这个呢，也就是说你在调节设备的时候呢，它显示是以什么，以百分百还是以255？那么我个人习惯呢，都是以255，方便我们自己去算啊。我们重新切换到灯库辨认器。这个最小显示值肯定是零，对吧？那么其他的摇头灯呢，主要是有两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水平一般我们都是以实际的物理数据啊，比如水平它是最大显示值是270度，然后呢最小显示值-270度，这个呢是一个实际的轴向水平轴向的物理数据，这样呢我们在调节它位置的时候呢，可以输入一些更精确的数值，比如说我要垂直90度向前还是向后，我可以输入向前90度，然后呢-90度向后90度，这样的使用呢会更加人性化，更加方便。那么正和负数和正数加起来就是540度啊，两个数相加，垂直呢是270度，那么也就是135加-135，这个是一个实际物理值。那么除了垂直水平，其他的呢都是这个255为单位啊。看下一项，下一项呢是 DML 是最小值和最大值，它这里面最大值呢有一个65535，还有一个其他的都是255。那么65535呢，它主要是针对于微调通道16比特更加的精细化啊。这个是你写了之后呢，这个是默认生成的。如果说你把这里改成255，那么它的微调通道它是基本上起到的作用是很小的。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灯在慢速行走的时候变动的时候，它会产生抖动啊，或者你在调节的时候呢，它不够精细化，你动一点点转轮，它会跑位跑得很大，范围比较大，所以65535是属于微调通道的一个比较详细的数据。只要是带有微调通道的都是65535啊，它是相当于是一个补丁文件，相当于补丁文件，大家这么理解它就可以，让它更加精细化准确化。这里呢一般最小显示值都是零啊，这个肯定是错不了了。那么一般是不做任何限定的，也就是说这个最小值和最大值你可以限定某一个通道只在某一个范围去使用啊，比如说你的亮度你可以写成100到25，也就是说低于100的数值它是不产生任何效果，你也没有办法去控制它的啊。这个呢主要是对某一个通道做一个限定，这个呢一般是用不到，我们一般都是最小显示值最小 DMX 值都是零，然后呢 DMX 最大值是25，除了微调通道啊。好，看下一项，顺便和这个是或者否，顺便是和否它到底是一个什么作用呢？就是主要是针对后期的这个时间系统啊，是否对我们的这个某一个属性产生控制。比如说现在
光速灯这里面常用的，其实你只需要保留垂直水平加这个调光，调光是否雾化 XY 的速度是4，调焦也是4，好，那么只保留了调光以及 XY 轴是否，也就是说我们平时在做一些效果，有可能就是说从 A 位置到 B 位置需要受时间的控制，比如说慢慢的去滑动滑行啊，包括让灯具慢慢的去执行亮度，比如说我们这里编辑好了一些效果啊，我可以输入一个键入啊，或者是一个调光键入，对吧，调光键入3秒，这个时候呢灯具就会从0到25以3秒的时间去完成，所以呢我们这里调光呢一般都设置为否，因为我需要时间系统去控制它，包括垂直水平啊，也需要时间系统去控制它，那么其他你就在设置这个顺变和渐变的时候，你只需要考虑你需要时间后期的这个时间系统去控制它呢啊，你只需要考虑这一个点就行。那我们比如说雾化我设置为4，也就是说比如说我给它雾化设置3秒的时间，它是不执行这个3秒的过程的啊，因为打雾化我一般也不会用到说从光速慢慢转变到这个雾化效果，这个看个人啊，你有没有这个需求，还有其他的调焦是调节光速感以及棱镜的图案的一些清晰度，肯定是希望它不受时间控制，立即呈现出最清晰的状态啊，所以都是选择为4，包括色盘啊，我们需要让它一推上来就立马执行我们想要的颜色，所以不受时间控制啊，受时间控制也就比如说这个设置3秒，它从0到25，比如说色盘从0到25，它之间会有很多颜色，对不对，如果这里你设置为否，那么时间在执行的时候就从0白色跳过，比如说到黄色，比如说是128，从0到128之间的产生的颜色变化都会呈现出来，那么这个是我不希望出现的问题，我就把它改成是顺便直接出现啊。下一个反向，反向的话基本上是用不到啊，基本上用不到。反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后期在调试的时候呢，这个0是打开，25是关闭，这个是一个逆向操作，这个呢不符合我们正常的思维。下一个是这个取消埋布，是否取消埋布，这里都是否，我们希望后期在编程的时候给它进行埋布，那么这个功能呢我们后面单独进行讲解啊。 DMX 断机也是在配件完毕之后啊，我们进行一个演示，那么这个灯库的光速灯呢，灯库基本上就已经完成了，那我们看这个断机待会配件完毕之后你可以再去做一些修改，包括实例管理，也就是说你这里有几个光源啊，那我光速灯可能一个灯只有一个光源，那如果说你是洗墙灯想要独立的控制每一颗，那你可以比如说10颗，这里呢你可以添加10个啊，自己添加10个，那我现在只有1个，那我就不需要，我删除掉，我只有一个光源，对吧，这个实例呢主要是针对光源，好了，这我们保存好，保存之后我们可以浏览一下这个灯库啊，这个是我们刚刚写的灯库，这里就可以找到它浏览，第一个是新建，第二个是保存，第二个是另存，第三个是另存，第四个是浏览啊，这是4个图标，跟我们电脑上是一样的，你也可以直接另存到 U 盘上面去，你这个时候你可以插上 U 盘，这里会显示 USB， 然后点确定就可以了，那我们这里呢保存到这个控台，接下来呢我们要进行配接啊，配接，那么配接请观看下一个章节。